让他们多喊一会儿过过瘾哈，因为真的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多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。而且我觉得JJ呢，今天已经是第七张专辑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现场有些朋友是从JJ第一张专辑一直陪伴到现在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属于他们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有歌迷的支持，JJ才有今天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上我们的这个歌迷的代表，好不好？听说他们有一份神秘的礼物要送给JJ哦。哎呀，好，哎，三位到这边来。嗨。好。Hello。哎，有什么话想跟JJ说呢？百度娱乐活动征集来的礼物。哦。嗯，然后我们想让姐姐猜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猜猜啊。哎，猜一下。嗯，巧克力。不对。宠物。宠物算在这个里面的、啊，可能。像小松鼠之类的。总得给一个范围吧，这要不然礼物的范围太大了。嗯，要不然今天打开自己看看吧。自己看看。来，谢谢。好，看一下哈。不会是那些很劲爆的礼物吧？哎呦，开玩笑，没有了。哎哇，哎，等一下，来，再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一个大号的圣诞袜。啊，这是个袜子啊？对，袜子，圣诞袜。这可以穿吗？这个袜子？来比划一下。可以看一下里面，好像还里面还有、哦。还有一个是。那你待会儿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？哎，最多个袜子，这个上是个童袜嘛？啊？这个不是童袜。这不是童袜呀、啊？就是这个如果接力圈会不会太小啊？我觉得啊，哎，但是里面好像还有哎。还有啊？哎，这里面还是一个圣诞袜。又是一个袜子。天哪，这里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哦，我还以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圣诞袜啊。我们想装100个的，但是人家说装不下。哦，对，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送这么多的袜子给姐姐吗？我们想就是过两天不是就圣诞节了吗？然后那个在此呢，就是想提前祝这俊杰圣诞节快乐。谢谢。嗯，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还有呢 ？Merry Christmas。然后这个袜子呢，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珍妮的一个承诺。嗯，不管过多少100天，嗯，不管俊杰到时候在做什么，在哪里，我们所有的珍妮都会一直陪着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对，就像那个袜子一样很贴心，对不对？对，保暖。最保暖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我们三位粉丝朋友。我们那个还准备了一首歌要送给俊杰。哦，你们三个人合唱是吗？好，太好了，来，怎么唱？唱哪首歌？当然是100天了。100天，哇，都已经会了啊！好，来。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们自己想的词儿，我们想对俊杰说的话。哦，你们又改编了，改编歌词了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好吧，来，我们你们谁起个调，你对吧？好，清一下嗓子啊，好，起调不能跑调啊，你要起跑了，大家全跑了啊，没问题，好，来，准备好，重任在肩，好了，1、2、3，开始。第几个100天，我们都在你身边，用心去体会你那最美的音乐，管过多少亿。谢谢，哇，很棒很棒哈！我觉得歌迷的鼓励是最棒的，是，因为前阵时间其实自己很自闭，因为那段时间很沮丧的时候，就是不想跟外面的世界就是联络，然后我还是会上网看一看这些歌迷的留言，我觉得那段时间歌迷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，因为你们每天都关心陪在我身边，我觉得那种感动是让我能够不断的继续努力下去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想辜负所有人给我的关心跟希望。因为我知道JJ的心中是装载着每一个歌迷的期待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我们三位歌迷朋友，谢谢。哎，好，那这个小袜子先抱一会儿哈，温暖一下。抱一下。好，那其实呢，在这里呢，也是要告诉大家呢，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，对不对？JJ的生日也是近在眼前了，是，离现在已经就是短过100天了，对吧？少于100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少过100，越来越近了。是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希望嘛，JJ 在这个生日可能没有办法跟北京的歌迷一起过，对不对？那现场我们让JJ来许3个愿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又是新年的愿望，又是圣诞的愿望，又是自己生日的这个愿望，三合一，我不是许3个，
可以吗？许三个愿望。现场许三个愿望。好，可是不能告诉大家吗？对，你不能告诉。不能告诉大家。对对对，你不能讲。然后待会儿我会公告说大家怎么来参加我们这个猜心愿的活动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那许愿要双手合十嘛，我帮你拿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心里默念一下啊，来。一个了啊，三个都完了吗？啊，两个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好好好，我不打扰你，不打扰你啊，不打扰你。嗯。好吧。OK， 三个愿望都有了。三个愿望。三个愿望。好，是这样，我们呢现在就开放呢，大家呢去这个百度贴吧呢来猜。JJ 的心愿，如果猜对的朋友的话呢，这三个都猜对呢，我们要送他台北的往返机票去参加 JJ 的生日的演唱会。哇！好，来林小姐把我们的这个带上来。林家跟屁虫。哦，林家跟屁虫，台北的往返机票要送给大家哦。不过我就觉得这个，好，谢谢我们这位。哎，但是这个难度太大了。你刚才这个三十秒钟，大家心里很忐忑。你到底许的那个心愿，我许了什么愿望？哪些方面的？好难猜，对不对？特别特别难猜。我给大家一点点的这个暗示好了。暗示。其中一个愿望呢，跟我的歌迷有关。对，你们可以讲啊。是什么？不能讲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能讲。对我太想知道了。对，好，来，那第二个。第二个愿望呢？哎，我还没讲哎，跟我的家人有关。哎，你们大范围都猜出来了啊、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愿望呢？啊？哎，这时候有分歧了，有人说公司，我是不是？有的说找个女朋友，找个女朋友吗？求姻缘，对吧？有的是求事业，对吧？有的是钟爱音乐，好，这个我们就留着了。好吧，到底是第三个愿我们就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看你们能不能猜对。对，好，蛮简单的其实。是，好，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背景板上呢，还有两个没有揭晓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对，这里再帮我们揭晓一个。哎，这个声音有吗？自己配音的啊。我那个一代表的是什么？一代表，一会代表哦。Enjoy， 对。对，享受，享受，的确，听 JJ 的音乐是一种享受。你也可以代表 eternal 就是永恒，永恒。希望音乐可以永恒的存在你们心中。对，对，没错。嗯，其实它很简单，这个单词很简单。你也可以代表 every moment， 每时每刻，每一个时刻。我们希望呢，这张新的专辑出来之后呢，可以陪伴我们歌迷朋友每时每刻。还有 JJ 的这个心底的祝福，也可以每一个心愿都可以成真。对，而且每一个一百天，我们都可以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哇，好了，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好像还有最后一个字母没有揭晓。最后一个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嗯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天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，好不好？来。V 代表什么 ？LV？ 咦 ，LV？ 哇，怎么个意思 ？V，very， 非常。very， 刚才爱一也有过了。二。啊，这是 V 不是二啊？是二。哎，我昨天学到一个新的东西，我要表演给大家。你们说我二了，我要说你们了。你们是这个。什么？超二，超过二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好多，推二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好多，还有一个，这是整个系列的，好，继续，看你还有，二，还有吗？没了，还有吗？哎，我怎么想还有哎？还有吗？对，我只会两三个，哦，够，还有够二是吧？够二，我够不到这个够二啊！啊，哇！今天二的系列已经全了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是 V 不是二，二了，不是 V， V， V 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Victory， Victory， 哎，答错了，啊，答错了，不是 Victory， 是 Video， Video， 对，它代表一个新的活动嘛，像 Video， 对，就是说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要征集
100个爱的瞬间的 video， 大家呢，我们的歌迷朋友可以通过你的手机，或者是这个拍照啊，或者是这个 video 的方式，都可以记录下来，然后上传到网上，我们的悠悠的音乐专区啊，还有百度上都可以去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的最近这个生日会的时候呢，会播精选出其中的100个最动人的爱的瞬间，在生日会要播放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参加？参加，赶快参加哈！到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了，还有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个机票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去看到自己的 video， 非常非常的。